一刀切，一刀到底。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太残暴了，从脚就可以看出小姐姐是个狠人。粉丝发来素材让我分享给大家，无奈视频太长，还有其他原因，发了几遍都没成功。选取其中的一小段给大家尝个鲜，争取在傍晚时分把完整视频发到粉丝群。美甲、修甲工具、足部护理用品在主页橱窗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。好了，咱们话不多说，还是请您继续欣赏，咱们下期视频更精彩。